花莲光复糖厂算是花莲中区游客人潮最多最集中的游憩景点之一，而为了避免在新冠疫情期间发生群聚的感染，花莲糖厂从2月份就在园区内广设酒精消毒水，4月份则是在冰品部区域的桌子椅子距离拉开，并且在售票地区粘贴标示防疫措施是滴水不漏，就是希望游客民众能够安全的吃冰游糖厂。新冠疫情重创全球产业经济，民众消费活动也趋近保守。花莲中区人潮最多也最集中的花莲光复糖厂，现在园区游客也只有三三两两。即便如此，厂区内的防疫措施可说是滴水不漏。然后在这个商圈里面，我们设置了六处的酒精，让75度的酒精，让游客呢可以随时来取用洗手。今年年初就在园区商店街广设酒精消毒水，提供游客民众洗手消毒。在疫情持续延烧之下，四月份也配合中央拉开了冰品区桌椅的距离，并且在售票地区抓准防疫距离粘贴标示，避免人潮聚集，确保厂区内的安全防疫。因为我们这边冰店，所以有比较多的游客会来这边聚集，那我们为了防疫，也呼应那个防疫中心的叫社交距离要拉开哈，然后以减少感染这样，那我们就把所有的座位都按规定拉开，甚至有些移到户外去哈，让游客可以更分散。108年12月份新冠疫情滥伤，今年1月份疫情爆发，花莲光复糖厂游玩人次就明显减少，到了今年3月份，游客人潮更是陡降。即便如此，光复糖厂仍高规格做好厂区内各项防疫设备与措施，并且每隔10天进行全区环境的大消毒，希望让游客民众都能安全吃冰游糖厂。记者石玉兰光复采访报道。